市长东桥好不好？我是包伯，我是文。大家知道东京十月三十要怎么过年吗？我现在就带大家来执行东京人的跨年夜吧。首先，我们赶快过这个十字路口喽。那其实现在大概六点多吧，就是涩谷的街头比较没什么，就是日本人。反而是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啊，都选择来东京这边跨年。在年末的时候，因为连锁餐厅会开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要去吃 Fridays。干杯！史上色彩最缤纷的干杯！真的，这道是 Cup Salad。加点蔬菜啊 ，cheese 啊 ，tomato 啊，然后这也是点 blue cheese 之类的。哇，我觉得你的英文非常的 amazing。加点橄榄，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再加点 Caesar salad 酱。哇哦 ，Caesar salad 真的是太 fantastic 了。这 Caesar salad 酱就那个 spoon 呢，稍微弄点这个 salad 上面，就会增加点它的那 flavor。吃完 Fridays 啊，我们就留在涩谷，稍微看看就是涩谷人怎么做 countdown 的吧。在涩谷这边的主要的道路上面啊，基本上已经没有车，因为两边都已经封起来了。为了要保持跟规划，等一下的行走路线，还有跨年可以行走的地方啊，后面可以看到有那个警示厅的车子，然后还有很多那个巨幕的交通号志都已经摆好了。我觉得在那边观光客有一种就是蓄势待发的感觉。那边有放了 countdown 的舞台，然后这边是涩谷的109。现在大概是9:40，但是可以看到这一区的大部分的商店几乎都还有营业。那我们现在就往明日神宫的方向走，看看状况是怎么样的。期待那个他们那边的人怎么跨年。现在时间已经是10:00了，然后我们来看看涩谷的金字洞步吧。这一片的金字洞窟啊，会在于涩谷，然后也是东京的大概前十大的冬天必看的灯饰之一。我觉得真的蛮漂亮，但是我觉得直直的盯着这个灯光太久，眼睛会有点花。那我们经过金字洞窟了，现在距离明治神宫已经蛮近了。那大家都想要在1月1日的12:00做第一次的新年参拜，那也叫做 Hatsumote。 那明治神宫也非常有名，所以大家喜欢聚集在这边排队，然后等着就是第一个参拜哦。就很难得也可以夜晚就是进明治神宫，然后发现晚上打光其实还蛮漂亮的。就现在越走越近来，就越来越有参拜的气氛呢。来了2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在这边跨年，是第一次在晚上可以来到明治神宫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大家已经要排队参拜，已经排到外面来了。那我们今年就不会做参拜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去下一个地方吧。那我们现在回到涩谷，我们要在涩谷做什么动作？我们要回到涩谷找所以然后要来准备跨年。现在11:30状况怎么样？现在已经有点混乱，然后很热闹，然后超多人在狂欢的感觉。真的，会跋山涉水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吓死人了，人超多的。对，但是他回来之后，我们要把他带回去人挤人的地方，因为现在道路封住啊，所以我们一直在涩谷绕圈圈这样子。这不是平常的涩谷。对，我们距离跨年还有大概20分钟左右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在那个 MODI 前面的广场，然后上面有个大荧幕啊，可以看到大家在跨年的最新画面哦。10分钟就第一次在东京跨年喽！幸好我们有机会站在墙边，现在这人山人海，我们基本上已经过不去了。大家跨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。没办法动了、啊，后来现在感觉怎样？再10分钟，再10分钟回家。好
那我们今天介绍三种的跨年方式，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在餐厅就跟朋友边吃饭边跨年，或是呢你可以到神社做 Hatsumate， 那或者是呢你可以到社谷跟人家狂欢，但无论如何要注意安全哦，我是老伯，下次见，拜拜。